第四十四课在诊室看病。一个小伙子来到大夫的诊室。你好，大夫。你好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啊？我发烧两天了，这两天我吃了些阿司匹林，好了一点儿，可是烧还没有退。来，让我检查一下。看来你是得了肺炎了。我的病怎么样？厉害吗？还不算太厉害，只要你每天都按时吃药打针，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我会听您的话的，大夫。尽管我说你的病还不算太厉害，但是你还是得每天都打针吃药才行。我什么药都敢吃，可是我很怕打针，我能不能不打针呢？要是你不打针的话，你的病就好得不快，只吃药还不行，太慢了。我知道只吃药会好得慢一点，可是我真的不想打针。我真的不想打针啊。别怕，小伙子，针还是要打的，因为你的病拖得太久了，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打针才行。不，我就是不打针。我就是病死我也不打针啊。别哭了，小伙子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么我就不给你打针了吧。虽然针是不用打了，但是你还是得每天都按时吃药。你还要多喝水，多注意休息。太谢谢您了，大夫，我会听您的话，每天都按时吃药，按时吃药，多喝水，多休息的。记住，以后你一生病就要来看病，不要拖得太久。我知道了，大夫。还有，你一定要按时吃药。再见。再见，谢谢您，大夫。